可心，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这句话他在我妈的手上，是我爸同意的。哎呀，馄饨，你最爱吃的。其实你妈走了那么多年了。 你爸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我妈留给我的东西，她终其一生是个用我的东西，真是。要不你跟你爸爸说说，让他把珠宝给你。我爸才不会听我的呢，他早就被那个钟启华迷得五迷三道的。童刚，你愿意帮我吗？我不想让那个女人一直带我妈妈的东西。既然你这么想要拿回你妈妈的遗物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 说干就干，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他了。注意呼吸，走。陈东刚，嗯，我觉得你作为私人的健身教练，你是很棒的。但是你想当我薛桂祥的女婿，那你可差得太远了。那个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你说我练了那么长的时间，我这个肌肉含量怎么还上不去呀？啊？ 那是因为您练的太养生了，太什么了？太养生，来，您下来，我给您放点重量啊，加点重量。好，哎，走。哎呀，哎，对了，这就不养生了。对的。 我怎么觉得我要抽筋了？努努力，好，继续。再来一个。啊啊！魏亚香，在进门左手衣帽间的柜子，密码81126，帮帮他。哎哎哎哎，那不大力了。你看什么手机呀？那个回个工作上的信息。啊，工作信息。 你们那儿还没倒闭啊？怎么会倒闭呢？我那经营的好好的。吹牛吧！哎，我准备了一份报表，我拿给您看一下啊。把眼镜给我拿过来。那个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去吧。 小姐，里面请。OK。薛可欣，美。薛可欣，你快一点，要迟到了。美吗？美吗？啊，这不错哎。陈东刚，眼光升级了。啊，这个不是他买的，我说呢。